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突发奇想，特别想做一个最火枫叶色的对比。一个是这个兰蔻的，三个 Dior 的，两个是 Dior 新的这个红管的 Dior 740这个色号，大家肯定都知道。雅诗兰黛的333 ，Giorgio Armani 的405。枫叶色呢，其实就是红调里面加一点点橘色，但是又不是橘调那么明显。这几个颜色因为都是最火的枫叶色，它们特别像，这六支任选其一就可以了。它这个味道呢是兰蔻最经典的那个玫瑰味儿的。哇，这个显色度好高哦。这个现在上嘴就是这个颜色196。333呢也是这种哑光质地 matte finish。 333跟这个196，哇塞，很像，但是196呢会更偏橘一点点，橘调胡萝卜色，这个是更偏枫叶，就是这种枫叶红了然后再偏黄的那个颜色。这款应该是亚洲的限定色，相对滋润一点点，比前面两款，因为前面两款都是这个 matte finish。 一比下来看740和这个196特别像，而333呢相对偏红调一点点，里面的这个管身质地我觉得他们都真的好像好像这样子，我觉得特别像。740买不到的小朋友们有436或者是641，这个是740，这个是红管的436，简直是一模一样吗？我觉得，我不知道相机里面显色的原因啊，肉眼看现在看是真的是740和这个436是一样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颜色，没有差别，真的没有差别。所以大家如果能买到740就买740，能买到436就买436，不用两个都买。顺道给大家对比一下，这个是它红管的，也是断货色号是641偏红一点点，不是枫叶色，偏红。但我只是想要给大家对比一下，这个偏红641和这个333特别像。最后一个断货王 Armani 的405，质地是唯一一个和这几个质地不太一样的，因为那几个都是口红嘛，这个是唇釉。看这个饱和度，我的天哪，看这个是405，妈呀，这个饱和度，这个是我晕开了，明显的它会那个唇釉的那种质地，就是涂不匀，它番茄色，其实不叫枫叶色了，就是番茄红。所以整体看起来其实他们真的是差不了太多，真的差不了太多。好，现在总结一下啊，一个是 Armani 的这个405唇釉，显色度也是非常高，然后是这种饱和的番茄红，颜色其实也没有差别太大，会这个涂不匀，但是你上嘴如果厚涂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。雅诗兰黛的333和这个兰蔻的196，他们两个都是 matte finish。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哑光的唇膏的，因为它显得特别高级，那种丝绒感，就是一说那种什么 vivid 丝绒哑光，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词儿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 matte finish 的，就选这两支任选其一就可以了。这三支真的质地没有任何区别，色也是差不多的，这三个大家能看到这三个颜色，这两只呢颜色稍微有所不同，但是这一只740和这个红管的436真的是一样一样的，绝对是一样的。我再强调一次，这三只没有任何区别，所以大家不用浪费钱，买一个就够了。